我是毛德华，我在武汉，我在黄鹤楼，准备在这边逛一下，顺便给你们拍下这边什么情况。走，黄鹤五四，黄鹤楼。黄鹤楼欢迎光临。建设文明城市，做文明武汉人。这里啊，130块钱。是要买门票的，不买门票呀进不去，进不去。我在外围给你们拍呀，走。厉害了，已预约34,555了。上来了。